我们针对这款产品做了一些优化。首先，电源，由于前料普通的 DC 5.5 电源改为 Type C 电源，然后在电源呢加了防范接保护、过压保护、过流保护，它电源部分是更稳定的。然后这个背缸，以前的背缸是用这个玻璃回弹背缸，这个坏了以后就很难使用了，很容易损坏。我们现在用换件口条，换件，然后我们增加了这个洞，新的洞可以干掉。天线，天线部分，这个天线虽然况且比它大，但是实际上这个天线比它更长，长更。这个天线，它的嵌式，这个嵌式是更多了，它更密。更或者有，正反两面都一样了。它的发射更强。